刘烨、张子枫点亮金鸡。最重要的点亮金鸡环节，我们邀请刘烨、张子枫来点亮金鸡。他们两个呢，正好我们选择一个是70后，一个是新时代。12月27日晚，第34届金鸡奖开幕式导演柳长生在采访中透露，本届金鸡奖点亮金鸡环节将邀请刘烨与张子枫来点亮，表示他们一个代表70后，一个代表新时代，期待子枫妹妹和刘烨前辈一起点亮金鸡，期待两位不同时代的电影人的不同角度的讲述。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